有朋友辣海视频下头问，曹家头买个赘肉肉哪能烧法子？阿嬷买个小昂翅鱼，廿五块钿买了七条。那么搿包呢，就是我辣海曹家头买个赘肉肉。今朝呢，我来烧迭个赘肉肉啊。迭个卤侪是伊里向有原来有卤个咯。把一片片把伊分好，搿摆辣边浪向，等一下阿拉来烧，再烧六只白石蛋。我们烧前头呢，阿拉蛋壳侪要打清爽哦。剥好的白石蛋哦，阿拉得伊挖两刀。阿拉现在来烧赘肉肉烤蛋，那个肉一块块铺了海。再拿蛋铺了海，拿伊烧滚，被烧滚了哦。阿拉拿伊拌一拌，放上萝卜。搿里向汁水的话是全部。这个买的辰光，老板摆了海，我觉着有点偏淡。再加眼老抽了海。有辰光我会得里向放眼冬笋，今朝冬笋没。再搁八块小槟榔来。现在搿能差不多了，那么就稍微加点水来。全部倒滚油的吧，开小火，来锅来，锅烤热分钟，来翻个身。那么现在烧了热分钟之后呢，阿拉拿肉跟蛋再翻个身。来，再锅烧了啥再做好啊？再盖哦，盖捂了半个钟头就差不多了。那么阿拉后头又烧了半个钟头。阿拉拿伊收干水分收脱点。好了，这个赘肉肉烧好了，阿拉好把伊装盆了啊。那么今朝夜里向呢，阿拉吃这个，隔壁个呢就是搿只呢放明朝吃。今朝个。阿嬷里向买了两条小的昂翅，有些蛮多嘛，廿五块你买了这个几条？老有的七条。我先拿这个鱼打清爽哦，打昂翅哇，搿根刺老吓人的，我用个被市场汤被烧得够烫的，所以先拿这个刺先剪脱。这个两根刺烧得手老痛的，搿只。么子也老，实在手老痛了。汤汁我打好了以后，对吧？再拿搿能一片姜哦，得辣边浪向擦擦。搿样子呢，就讲烧的辰光好，勿要摆姜片了。那么搿眼鱼侪打好弄好，放辣迭个外头只阳台浪向，拨伊晾晾干。假定讲马上要烧，来不及晾干了，就拿这个厨房纸杯吸干。我现在杯先晾晾干。阿拉现在来烧只昂翅鱼排骨汤，搿油就是上次我烫狮子头的油了。
加开水，一次性加水。盖锅盖，开大火，让伊炖个十五分钟。那看着汤炖了蛮白了哦。那么阿拉拿这个半块豆腐打进去啊。那阿是那比较小的地方要炖，不是老浓。加盐。啊，豆腐加好再让伊炖啊，再让伊炖个十分钟左右。那鱼汤炖了差不多。还没白的哦。